这个是个周转车间。像这个打火机，这个是啥型号？这轮机。傻轮机的。这是傻轮机，它还没有印字，也没有铁画嘞。嗯，对，还没打好嘞。哦，您是这个车间来是吧？对。这个就是，它没有就是说，铁上画或者印上字，这个叫，这个叫啥车间？验活车间是吧？不是，这是发活的。就是把这些活发到那个，对，别人让别人做，对，啊，这个车间相对人少，这个是啥车间？啊？反板车间是吧？啊，这个是大一点的，这个叫反板车间。上次咱们拍的时候就拍了一个门。